生日啊，请代表我们来家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来祝我们芭比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永远的漂亮，永远的美丽，永远的青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最后一句跟着我一起喊，祝你生日。首先，由刘老师来说个话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刘老师这次的赞助，以及鼓励我、支持我，让我有勇气在音乐台上，而且做这次的生日趴。真的很感谢刘老师，让我。不能哭哦，感激尽在不言中。你一直讲不能哭，他就会想到哭，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。一个愿望，我希望说，希望刘老师在我们歌唱界能够继续的帮我们鼓励与支持。那谢谢你，祝你天天开心，谢谢刘老师。好，那第二个愿望，我是希望各位嘉宾有空都来我们莅临我们来家演歌，谢谢，让我们的生意能够蓬荜生辉，因为有你的参加，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第三个愿望，默默的放在心里，然后让刘老师讲几句话好不好？好，刘老师。我用这支就好了。那小孩，大家每一次都要用一支，就用一支。来家就是你家，也是我家。来家就是我们的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你以后你要是做生日都来家，我都会给你们好看的啦。有没有听到？对对，大家如果要做生日的时候，不要记得来我们来家，因为来家就是大家的家，对不对？给你好看，然后刘老师是专门给我们大家好看的。对啊，以后又有这个道具可以乘凉，你看。太好了，来切一下蛋糕。刘老师，谢谢刘老师。来，我们芭比把这支刀高高的举起，因为呢，他许下了很重大的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跟你一样，来享用着他的这个这么快乐幸福的希望，轻轻的放下，因为他人就是这么的温柔。来，慢慢的请。好，来，我给你啊。好，可以的，谢谢。把后面今天